我正好咱们这儿干了。这我是小张，先来看看这头驴的蹄子，前蹄弯弯的，特别翘。马上不是没那呀？那来了，头里就没压。这个后蹄儿是个尖蹄儿，一个朝这边歪，还特别裹。哦，这个倒是还是不错。走。好了，蹄尖上面还烂了这么大一块。对，站直了，离近点。师傅先开始铲前蹄儿，大扁蹄儿。安利，看胡老师了，看胡老师这个仗剑了。这里看一下这个蹄子有多大，这条腿好像还有点拧，有一点拐。铲断以后发现这个前蹄儿也裹了半圈，师傅先把这个肉垫铲下来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着急了，真没过，崩溃了，已经没有了呗，就四百斤还不。一手六百六，那个照烧有生意思。你看，不吃猪肉的那个，锅子那雪糕敢吃？卖驴肉的。哎呀，卖的挺贵的，一般都价钱都亏了。都亏了。这个你再给他接去。谁的？咦？再给他接去。那个？没有。没关系，接着。他吹了，他吹了，接就行。他也是不给钱，抓的，不给钱你再不看病。一个比一个过得严重。不给钱你这不是表演吗？我没过嘛，也凭眼力呗，凭那眼力看呗。说实话，五百五好嘞。你说多少钱？他说六百六，我瞎说。这个蹄子已经看不到脚心了啊，现在裹了有整整裹了一圈，开了不？铲开以后，你看里面发现这个蹄子坏了。家里，谢谢。
哎，这瞎说的，那不是乌龟，我的牛啊，乌龟我自卖自拿的，切不。你放四百五，我不行不行不行，坚持呗，你就放坚持放那啊，我说要放。小哥不多了。不多了，不行了。哟，这里。有拉多少？拉多少？拉多少？哟，高我们呀。去试一下看。修好了，看一下，这是两个前蹄儿，特别漂亮。